我可是神医，你很快就会好的。 此人经历如此酷刑折磨，本该性情大变，没想到居然心中善念未改，倒是难得。怎么了？小花子伤势过重，晕过去了，我得给她再喂点药。 神族的伤，哪里是普通的人间药材能救的？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出气多，进气少，我让串子和麻子去准备棺材吧。他受了那么多苦，早点走，未尝不是一种解脱。 放心吧，我可是神医，你很快就会好的。